后来这段时间，全台湾的警察是忝到唔毛讲，除了一般治安的维护，佮有选举期间的特殊的勤务，尤其是高雄，佮有拄拄啊结束的停寒佮罢寒的大游行。这个林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的所长，为着要慰劳警员的辛苦，加上昨暝佫是平安夜，所以家己开钱办一场的平安宴。十四道真澎湃的料理，让每一个观众拢真惊喜，食甲真爽快，也真感谢所长的用心。哇，有够澎湃，真侪料理，每一项拢真精致。这毋是虾米宝贵餐厅，是派出所哩。有炒饭，有意大利面，真正是有够好料的。大家嘛拢无客气，一定爱无停，非常欢喜。这样澎湃一顿是派出所所长的用心，为了大家，所以说就弄这么丰盛的花卉啊给大家。因为平常时勤务就袂少啊，选举期间代志愈多，加上十二月二日大结束的两场的大游行，警察真正是真辛苦。圣诞平安夜之前来慰劳一些同事，在无预警之下哈，来通知大家回来开会，那给大家一个惊喜。用开会名义甲大家叫上来，结果是所长用心所办的百货平安宴。感动带那个食物的美味。豪华料理内面也够看到往来，不过既然是平安宴，就无禁忌，这顿让大家巴肚食甲饱饱，心内嘛感觉真温暖。